彰化体育馆金藏演艺，除了场馆内第一现场之外，连在回廊设置的第二现场也坐满观众。一天之内，早午晚三场，茶水补充，靠幕后默默付出的志工。这个都是演艺人员的午餐，午餐。卫生考量，餐盘立刻清洗擦拭干净，后台还有另一群志工用尽巧思，媲美五星级的食材大补帖。因为现在是夏天，然后天气又很热，所以我们在要来讲那个招待的食材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就是让他们能够觉得很清爽。我们尽量就是让他们演出结束哈，谢幕的时候就能够马上让他们用到餐。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哦，还有送餐的那个车程的问题，我们都有事先的去预估。两个场次之间无缝接轨，为演艺人员补足体力。每一次实际的活动啊，所有的志工真是想尽方法让我们吃到美食。不断的有我们可以，哎，这个不能吃，哎，他就可以吃那个，所以一直都很饱，很饱。圆满金藏演艺，大中区慈济志工全员出动，台前幕后都做足了准备。大爱新闻李雅萍、欧阳光辉，彰化报道。